高雄高工学生在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获得佳绩，分别是即将升上3年级的陈柏林同学，他获得的是 CAD 的机械设计制图的金牌，而获得电器装配金牌的侯思琪同学将积极的挑战国手选拔，目标就是在2026的上海国际技能竞赛勇夺奖牌而为国争光。而去年毕业的欧世军同学，平常最爱画图还有做模型，克服气砖的挑战后，他也为自己拿下金牌的荣誉，表示感谢路上支持他的人，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。